铅笔团，角落文具，文具，橡皮擦，对不对？可爱记事本，还有 N 次贴，还有就是便利贴啦，啊，还有卡通记事本，还有大容量文具盒是什么东西？还有呢？可爱透明可爱贴纸包哎，还有什么？可爱卡通贴画100张哎，你搞笑大会第一名啊！网红可爱卡通随身小本子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你叫太大声了啦！哦，角落生物哈。对，卡通墙角生物，你要讲可爱是手贴手账贴纸，你要讲角落生物了哦啊，这是什么？韩国创意小清新角落生物贴纸，透明卡通可爱贴纸包，怎么这么长啊？来，我帮你念一下，来，从那里开始，来，要从。日式烫金可爱角落生物贴纸，卡通墙角生物手账贴纸，是这个吗？里面有这个吗？我不知道，你有买这么多东西吗？对啊，11.6块，11.6块大概就45块啊，46块，不到50块而已。你看，这是那个同学家娃娃，手夹夹娃娃机，我就这样。然后这个放哪里？这要先拆开吗？因为它是一箱箱的，好像可以先拆开来，不然就是放这里了。这样一直放着到圣诞节吗？好不好？不然你就把它拆开好了。我们拆开一下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哈。拆哪边？啊！来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嗯。这是第一包。可以看吧。这边不知道是什么。可以看第一包。慢慢看。那它是贴辅助文字。对。黄色狗狗，什么是黄色狗狗？哦，就那个啦，三组的。黄色狗狗。好，什么是黄色狗狗？黄色狗狗，我知道。这个乳牙盒。哦，乳牙盒。怎么是黄色的吗？不是咖啡色的吗？我们再看一下，那这个哦，这个很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嗯，文具，我晓得什么文具？好，我拿看。嗯，对，是文具。妈咪，这个继续吃一个。嗯，来，妈咪先吃。卡通角落生物墙角生物袋笔袋。学生大容量文具盒，铅笔袋，收工桶收纳袋，雪地款，那就是那个啦，小红你要的那个铅笔盒，我的铅笔盒，那先看一下嘛，你的铅笔盒，好，角落铅笔，角落橡皮擦，角落生物便利贴，角落生物分类笔记本，嗯 ，OK， 哇，这箱子这么大，我买这么大箱的。角落生物树屋全套6件，全套6个，全套8款，6个，哎，奇怪了。哎，这里有印章哎。啊？树庄啊。对啊。小萌猫8款。哦，小萌猫跟那个啦，角落生物的是两，这是2件。哦，这是2件。对。小萌猫在。小萌猫就那个啊，萌萌猫。小猫猫，还有角落印章呢，6个，我们可以一人三个，一个树屋哎，对啊，6个，然后小猫猫是8个啊，小猫猫8个，哦，小猫猫叫做角落生物不是不是，小猫猫是蹦蹦猫，哪里有蹦蹦猫？什么蹦蹦猫？蹦蹦猫的那个玩偶，小玩偶啊。你说你们，我们家里有已经有几只的那个、啊？爸爸跟我家的那个宝宝小玩呢？没有没有。你的那个、啊。这放这里哦。哦，真的放这里哦。好，圣诞节再开啊、哦！明天要找什么礼物？妈妈说要帮我买礼物。你们礼物都在这里啊。圣诞礼物啊。可是。都
都不用包啦，这样直接拆就好啦，对不对？还需要买包装纸包吗？包装纸包。啊？是哦。妹，万一圣诞老公公没有来，我们自己拆这些礼物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圣诞老公公没有来送礼物，我们就自己拆这些礼物吧，好不好？世界上没有圣诞老公公啊，所以我们就其实有尼古拉斯，那是吸血鬼吧？对，圣诞老公公，我那嘞，那个才是哦，尼古拉斯是什么？尼古拉斯台吉哈，就是以前那个他就会到处送哦，那个我们自己拆这些礼物就好了哈，好，就不要包装了啦，好，看这麦克风可以。为了变成小麦芽，天天提着一口气，所以用这支麦克风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爸爸重新捏一捏就好了。再大声一点呢、啊？最大声只能这样了。啊，妹妹，你需要一支吗？一人一支。不用，那我们就用这支就好了。好，把爸爸捏好了。爸爸把它捏好了，不用了。再吹这个一口跳小一点。好。真相只有一个。什么东西？你会在我们铺床和折衣服的时候，就偷偷去按门铃。不会，爸爸会陪你们一起折衣服跟那个收床垫。对，你一定会说什么休息的真相只有一个。你快点吃完啦、啊！没有，你等一下，反正你就站住门口，不让他们出来。听到门铃，你就放狗咬人就对了。那我不用拍啊。不用哦，外面三台在拍。